3月20号，苏联武装入侵中国的珍宝岛，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。嗯，原来中美不是对立的吗？是。毛的，现实那个，因为珍宝岛一打，美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，但现实呢是中苏矛盾超过中美矛盾。此时中美两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外交路线，两国接近就有了可能性。1970年，尼克松总统表示愿意访华，毛里也欢迎他来。然而，两个都是大国，都有个面子问题，不愿意首先主动。对此，周总理说：“你看，周总理说的，中美两国需要往来，其实这个条件很早以前就成熟了。事物的必然性有时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。中美乒乓外交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。人家这，我就你这样一看，这几方面他都是很清楚的。”你不用我们话说不清楚，我是总理怎么说的，毛利怎么讲的。